两岸交流合作最终走向统一的车轮滚滚向前，不会因为哪股政治势力阻挠、哪个历史事件干扰而改变。只要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，两岸同胞是一家人，再大难题都能找到破解之道。九月二十九号上午，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，发言人朱凤莲回答了记者提问。 现场多位记者关心台湾水果因检出有害生物被大陆禁止输入，以及民进党当局指责大陆方面政治打压、损害台湾农民利益、破坏国际贸易规则等问题。在国台办发布会现场，发言人利用电视屏幕展示了多张图片，虫害情况清晰可见。发言人用铁的事实向两岸媒体证明，大陆暂停输入台湾地区番荔枝和莲雾，科学合理，完全正当。 而民进党当局的指责纯属恶意抹黑、政治栽赃。有台湾记者提出，台湾方面希望与大陆协商，但大陆已读不回。发言人回应，民进党当局一方面声称坐下来谈，一方面又把农业生产和生态安全问题政治化，这彻底戳穿了他们恶意抹黑大陆、煽动两岸对立的不良用心。 梁快平认为，民进党当局只有多从自身找原因，加强源头管控，才能真正解决问题。除此之外，别无他路。发布会上，还有记者询问朱立伦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后，国共两党的交流互动问题。发言人肯定了朱立伦和其他三位候选人就坚持“九二共识”、反对台独、发展两党关系和两岸关系做出的积极表态。他指出。 我们愿意，包括中国国民党在内的台湾各党派、团体和人士，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、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，平等协商、对话沟通，寻求解决之道。此外，发言人还回答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一十周年、福建发布关于直接采任台湾地区社会工作师证书的通知、台胞与大陆同胞并肩战役、重庆台湾州等相关问题。 充分肯定了两岸民间交流取得的丰硕成果。最后，两岸快评要说，两岸交流合作最终走向统一的车轮滚滚向前，不会因为哪股政治势力阻挠、哪个历史事件干扰而改变。只要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，两岸同胞是一家人，再大难题都能找到破解之道。